在我跟你说到十三，正月十三，好的，我们这边的灯啊，灯啊，好的吗？是我们这边要在烟花一样放火爆的那种灯有，昨天晚上听你们听到介绍那个炮，听到炮。把火来开给咱俩。要把这个门掰过来这里。还有这个门滚了。把你车开来呢。那把拐来这里了。